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白的体育边境冒险。对，然后我们这一集呢，我们要把剩下的部分给结束掉。对，那我们就 enter。记得我上次是玩到哪里了？哦，对，说真的，我很想知道那个神秘小女孩到底跑哪去了。像我背景音乐太大声了。等等，OK， 好，这样子应该就不会太大声了。好，就是这样，然后再爬上去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又忘记了。哎呦 ，Sorry， 主角。好，再一次。我忘记他被虫虫附身了。哎，快点！等等，这样子根本来不及。啊，我知道要怎么解。跳！我知道要怎么解，先吊着，然后打开的时候赶快跑过去。嘿，赶快有虫，帮我吃。哎，吃到，谢谢。这是要我们继续往前走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走走看好了。很明显的不是。要是如果我没有跳到那个上面的话，爬到了。这里怎么那么多齿轮？启动。居然逆向操作。这里有东西可以拿吗？没有。居然逆向操作了。爬到这里该怎么办呢？我知道了，应该吧。它拉下来之后，它就是会很缓慢的逆着转，然后我们把它暂停。啊，跳不到啊！还好这小男孩毅力真强，这可是那边上不去怎么办？作者，我觉得这可以一直往上跳吗？我觉得应该不行。不能，真的不行！抓住！太好了，我们回去看看好了。我记得就是后面那边还有一条路可以让我们过。这是爬上去的地方。等一下，抓不到！哎呀，哪里抓哪里哟！GG。复活，好。我还是再尝试几下好了。不要被夹进去。齿轮的话，好像是上面那两个会被就不行，再等下一个箱子。一定要等到那个时机是差不多的。可是这样子好像已经回不去了。时机是一样的。跳不到，绝对跳不到，那也绝对跳不到，用看的也知道，这怎么可能跳到嘛？也许我可以推一个箱子。对啊，箱子。
哎、欸，不要不要，上去上去，哎，等等等等，我要推一个箱子。就是你不要动，好像不行。那箱子好像是很重的那一种，就是无法推动。那么此人这一边，那到底是该怎么过？一定有办法的，往这里上来，对不对？然后该怎么让他就是停止？等一下，这得思考哦。可是如果我把它像这，怎么回事？刚刚好像是不小心按到了吧，好怪啊！我觉得这里好像有某种，就是某种东西耶。对，我一直觉得那边有某种东西，但就只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而已。像这样子，然后跳过去吗？好，然后嘞，我会掉下去啊，所以到底该怎么弄？它这样就会停止运作。等等，我试试看。可以耶。我没有想过啊。过了。原来这是靠时，就是抓准时间的。一定要赶快上去。抓住，对，抓住。这个应该又是什么类似像触电的东东了。那所以是怎样？铁板的声音。这个，刀怎么办？是要推进去的意思吗？卡住了。这个会卡住，所以我应该啊，我知道了，要把它推上去，对不对？那我知道。可是唯一的缺点就是，怎么这样？另外一边会有那个板子凸出来。等等，我觉得这应该有一个更好的设计才对。过来，那边好像是可以上去，我有看到，那里可以上去。不行，想太多。不行啊，真的不行。再次好了。把你推过去。再把你给启动。我知道了，它抬高的原因就是要我那个，就是要爬上去那里。原来是这样子。爬高的原因不是要把这个矿车给推过去，是要让我能够
哎哎哎！等等啊，我还没有跳到哎、欸。好，这次应该可以，我觉得。Oh no！ 又要下降了。切！再次，在这个部分恐怕有点难。好，那晃回来。嘿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耶、yeah, ，抓到了。但现在呢？哦，拉杆，抓！哎呦喂！啊！等下黏我啊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那个车，那个车，那个可怕的车。那个可怕的车是用来滚的，所以我等一下抓好时机放置。我觉得把它放在这里是刚刚好的。好 ，OK， 开始。嘿，等一下荡回来。现在。耶、yeah, ！成功！这次绝对能够成功，应该了，没意外。哦，又来了！啊，哎呦，轮胎压走的屁屁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嗯，这个好像解到后面真的需要一点技术跟一些逻辑的想象力。因为毕竟这个游戏是黑白的嘛，所以有些地方还是得要看仔细一点，到底那是什么。真希望能够再遇到那个神秘黑发女孩。我一直很想知道那个黑发女孩到底怎么了，是不是她怎样，或者是？这一切也全都是这个 小男孩的想象而已。哎，我踩到了。他要带我去哪里啊？耶，好暗哦。啊？啊？哎呀！啊，我等一下配合就是。矿车的时间，好暗哦！哦，还好重生贴在这里，要不然你要再解释我恐怕不行。哎，抓到，刚刚好。好，又会出现什么？好阴森恐怖哦！哎，走到。怎么这样？好烂的设计，我觉得。哎，先下车。要怎么不让这台矿车压到那个？时间那就是快一点。谁啊？这么短的时间绝对到不了，神经病！停！等等！啊，不行，他还会是给他压下去，所以。我能不能从前面推啊？可以。我被碰到。
电到了，电到了，电到了！啊啊啊！中鸟，中鸟，中鸟，中鸟了啊！好吧，可是怎么解这地方？压下去之后，它是因为压下去就会通电嘛？那么所以我们其实它滚的速度还蛮慢的。那我们就加快脚步吧。哎，按到了！不行啦，时间真的太短太短了。等一下，看准地形，看准地形，这地形都一样。真的没什么东西了吗？怎么办？会直接往里面冲欸。怎么办啦？哎呦，可能移到一些比较恰当的位置，它会下去的。快跑！真的已经没有东西了吗？怎么办？到底该怎么办？真的没有东西可以用了吗？拜托，赐予我一根木棍也好啊！怎么办呢？好难解啊！等一下，停，就这样，停住。好，这次一定要成功！不要！哦，怎么这样呢？啊，先喝杯豆浆。好喝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办的？这什么烂设计啊！一般里面矿的车怎么设计成这副德行？把它推到最顶端好了，这方法还没有用过。重来，等等啦，这很难呢，真的，到底该怎么解？为什么不能跟创世者一样有那种飞那种 NEI 什么的？哦不，太长了啦！等等，我得要思考一下。这部分真的是有点难。它就只会一直滚啊。然后他就会压到那个按钮，好大的按钮，好大。好了，停，拜托。如果我没有拉着他的话，他速度会很快。他就是现在缓慢。我知道了，用后坐力，抓住，用后坐力啦，这样应该可以，这次我绝对相信可以，嘿，到了。
好棒，用后座的，原来如此，那这个是，哦不，又开始旋转了，而且我这次一定要走快点，我碰到什么了，哦好暗哦，好暗好暗，啊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收到，哦怎么会这样子，一点痛，好恐怖哦！哇，那个一启动之后，整个地形就开始转换了。哇，赶快随时照我在哪里，免得我又。啊！滑下来了，糟糕糟糕糟糕！我觉得这次应该GG了。鸟喂，很难，这个，再次，太难了太难了。再搭配那个音效，实在是很恐怖。有电，某个地方都是有电。哦，这里可以站。怎么这样？哦，可是现在怎么过？哦，这里好像有箱子，一个很平凡的木箱。可是这地形整个是斜的，好，走过来了，嗯，好像，等等停，有问题，那个好像雷射枪，你们看到这个，这台机器，感觉像是某种等离子切割什么的。鸟哎、欸！哦，原来是侦测器。哎呦！哦，好恐怖。所以我们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这雷射枪在，这男孩绝对会死的，而且好像也没有任何机会把它关掉。嗯。这箱子还可不可以拿？我突然有想到这箱子，好，不行，不能拿。嗯，再看看那边有什么东西，这边有没有东西可以拿？这个好像棍子，很好，不行。这个好像是一触动到就会，两双面的机器就会开始连射的样子。移动吗？好过分！嘿，哦，我要他射击这台机器，对吧 ？Yes， 真的耶。神秘黑发女孩，你还在吗？怎么好像声音变得很安静，有点恐怖阴森呢？很好，那个够不到，很明显的，我们要到下面来。看一下这是哪里好不好？就越玩越恐怖。这是真的假的？我们只玩到那边哦。可是我觉得玩很久哎。
这个反作用力的磁盘。哦哦哦！怎么用啊？哦，我看到了，上面有一个。上面有那个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可是反作用力的范围好像就是没有到这里来。哎，怎么对人体没有用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有没有看到这边有斜坡？这里有一个稍微的斜坡。这个箱子拿下来。哎，对，你不要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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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蛮诡异的。好，继续走，很悠闲吧？呵。为什么？啊？那该怎么办？往下走吗？我们按下开关有什么特别？哦，我了解了。可是那也不就表示我得要把那个箱子给拿过来？对啊，哦，有，就是它的那个做那个。它的那个作用力还在这，好，把你放在这里。可是那个时间来得及吗？不知道了，再把它推上去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了，木板，木板。Yes。哦，不要压我。对了 ，but 这里该不会也有反作用力吧？啊，如果有的话，直接启动不就 GG？ 不至于吧？好，没关系，我再把你推到最顶端，让你好了，应该行了。需要更多时间，我需要更多时间，麻烦你给我一点时间吧。好，再把你推到更上面一点。等等，叫你滑下去太快了，这样应该是极限了吧？嘿，到耶、yeah ，过关。又是这个，等一下，哦，有这么单纯吗？我觉得没有这么单纯哎，好像又跑回，又想就是，哦，就知道没这么单纯。那个，这个应该是，对，这个的，这上面果真还有机关，不要喷掉头啊！哦，可怜的男孩，好吧，
下来，然后嘿上去。哦，这个箱子应该是铁箱子吧，应该不会就哦，这箱子是真，这个雷射光是侦测到了那个。小心，我这边我记得还有一个雷射光。呵呵，好险，我就知道。这个啊，等等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意思是我要倒着前进哦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一个非常不符、不合逻辑的东东。哎，难道这个森林就是极限了？也是的。哎，可是这样怎么跳？哦，往下好了。那我这箱子应该是要就是移来这边了，我觉得好。那我们就打开，关掉反作用力吧。哦，好像自己是魔法。哎，跳不到，跳不到，跳不到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原来那个箱子不是，并不是，就是不是要拿来给它摔下去的，是要来这里。帮我可以移动到上面去。等等，这里恐怕需要重复很几次，很多次。然后嘞，这里我还是跳不到啊。所以我该怎么办？箱子在这里，然后我得要就是站在这里才可以爬上来，可是这里还需要一个啊。难道右边这边还可以走？拜托让我遇到一个箱子，拜托拜托拜托。蝴蝶，帅的，这不是重点吧？好吧，我决定我要把这个木箱拿去右边看看，至少可以当一下我的小助手。嗯，真希望赶快把这游戏玩完，因为到后面还蛮难的，真的。没有仔细想过的话，真的会很难。哎，跳！哎，不对啊，跳不到。所以，哎，不是这样子吗？好，好诡异哦！稍等，稍等，稍等。如果我。等等，我觉得这一定有阴谋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。是这里吗？还是这里？是这里还是这里？不管，先试试看，我觉得啦。OK， 然后关掉反作用力，然后我们再。就是直接过去看看，糟糕啊！我忘记了这里没有箱子。哎，等等，哦对哦，这太难了啦！
太快了，太快了。OK， 我拿到箱子了。我决定我要上去看看，所以我要把这个箱子给带上去。哎，抓到抓到抓到了 ！OK， 我成功来了，我成功的走过来了。一刀，那个玻璃瓶，那个白白的哦，应该是某种机器吧？哎，可不可以再多要几个？慢慢给它控制出来。好像也不是这样子，故意给它这样子吧。快了快了快了，快出来，箱子，我命令你。耶，我有两个箱子。哦，我就知道是这样子解的啦。对，拿到箱子，然后嘞，嘿，下去，好，关掉。然后这个箱子要再给它拿过去，这样一切要这样就解开了，原来是这么简单容易。好，快点快点快点，这个地方真是越来越诡异了。我想赶快离开这里。可以的话让我看看那个神秘黑发女孩。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哦 OK 哦耶，箱子。哎，你不要跑，我去对面拿另外一个箱子。真的有点诡异哟，神奇。好，就是你了，走。再来我就会有两个阶梯了，对，这样就可以下去了。哦，这个小男孩力气还蛮大的。放在这里好了。嘿。刚刚好，哎，才怪才怪，一点都不刚好。箱子掉下来了，真的是哦，还是得要抓准一些时机才对。就是他动作很慢，我可以慢慢来啊。